林务局人员赶紧将这些木修，已经被切作一块一块珍贵木材抹上白膏啊。撇免这些木材因为失弹烂去，这拢是被山鸟鼠偷出来的烂去，总共有八块，其中五块是潮流，三块是烂去潮新切割。仁爱分局会同南投林管处、松南警察队，今透早伫仁爱乡翠峰山区发现山鸟鼠的行踪。经过跟踪埋伏以后，一举将涉嫌的八个嫌犯逮捕。还有小蜜蜂的，也有被那个林木的人员哈潜入我们辖区里面的那个森林里面啊。我们终于哈在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哈啊，把这些人全部啊弃获哈。总共有两个那个车手哈，还有四个。啊，专门在小蜜蜂在观察我们警察啊，那个行进路线的那个那些四个人啊，一并查获大案，包括查获八块的那个块木以及扁柏哈，总共八块。初步的研判来讲，应该都至少有500到1000年的树龄，那也都是属于大型的珍贵的红块。南投林区管理处表示，被偷出的拢是相当珍贵，而且树龄至少500年以上的稀诺器。这摆发现的被偷出的树瘤，更加不是每一丛稀诺器拢有。树瘤被分割以后，对珍贵的稀诺器生长，更是带来非常大的伤害。树瘤是树木在不正常的增生组织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产物。那这个东西不是每棵树都会有，所以大部分会从比较还存活的树木所锯切下来，在树身上面造成一些伤口。那如果有细菌再侵入的话，很可能会造成这棵树的死亡啊，或者是说它的生长势就因此衰退。警方表示，最近以来山鸟鼠危害山林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。因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全力侦办，偷错树的行为上当会当判无期徒刑，较轻嘛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目前主要犯案嫌犯多数拢是具有原住民身份，因特别呼吁部落原住民要社会民众，唔通小贪软家人，最后食上官司是非常的算袂好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